中华园林市场边有一条破坏路，这条是在地人的美食街。你看，敢若要食一个蚵仔，就爱抽口啊，所以搁爱排队排甲热热腾腾。这招牌我上来吃，一个是拉咖米米苔木，也不是这样写，爆皮面红灰面嘛，不是安尼写，四行加炒三行，叫做啥？蛤。应该是有那做到第三代啊。阿辉啊嘞，辉啊应该是正港的呢，上出名的。是啊，我看这几家仔啊，就是。拢咧卖米苔肉啊。菜饭嘛，唔是安尼写，啊，人啊面嘛，唔是安尼写，两行两个拢写唔对。一个是迄个米苔木，不是这个台，另外一个拉咖面是拉咖面，唔是拉，唔是鸡蛙面，唔是拉面。啊，经拢写米苔巴甲拉咖面，甲拉阿面，拉哦拉哦，唔是拉哦，唔是拉咖面哦。哦，水果。我是咧看，还佫有蒜头。伊是遐大粒呀，伊遮大粒。家己种的，伊讲这家己种的蒜头啊。欸，这条路顶悬刷卖物件比菜市内底搁较侪悬哦。这条破坏路，大家嘛咧卖菜，介着需要菜市啊。伊都，即卖是往来开车吗？对。啊，这是对开车，这是对啊。闽东的啊，闽东往来哦。哦。闽正啦，什么金钻什么的。什么凤？啊？咱家叫金钻啦，屏东遐叫春蜜啦。春蜜啊！哎、欸，其实是共阮的物件啦。哦，是了解了解、欸，谢谢。啊，屏东人讲恁遐金钻搁粗细诶，人阮则叫春蜜啦。屏东做农的拢足好诶咧。我做农的拢足好哦、喔。系、欸、啊，你看诶，荔枝啊，新春两百外箍来甲阮遮春二十外箍。全要百外块来到阮遮存三四十块，安尼是啊，讲好。啊，因遐开始出来，因遐在线出来，计计钱拢都好。哦，好，用出到恁遮来就变歹去啊，安尼哦。啊，因遐卖一斤，阮遮就爱卖四五斤。哦，安尼哦，哦，好、哦、好。拢来嘛是啊。是啊、哦。当做农的拢都好。嗯，遐有一间咖啡厅，是咱等下要来去。有遮入去哦。在你爸爸的厂呢？这是一条，啊，这安怎卖啊？一口重，一口重哦，哦，啊，一条十块安尼哦，好呢。来，这是包啥？包一点点那个碎肉，啊，然后一颗一颗，那几条几条的。那是做零食。啊，搁一挂塑料安尼。塑料，塑料，阿哥肉。看电视报道而来。哦，我是啊。电视报道。伊他们都讲有迄个肉丝，还佫啥？塑料。塑料。两个菜脯米好吧？是一块肉油啊吼，正肉迄肉油啊，安尼，还佫一粒的，一只包尔。伊就是正无啊，迄。哎，一颗一颗，迄个咪一粒一粒的豆啊。嘿，对。啊，然后佫一块塑料。迄敢豆啊？迄是甚物名？塑料豆。嘿，对，有雪莲豆啦。哦、水莲豆、啊，你要买双的比较好，比较密集的，然后吃两个会舒服。哦，就是讲这样子，高粱两个，一个是一个就少掉啊。哦。来，我等你报道。啊，是电视报道的哦。我看电视报道，你去看的。哦。上个礼拜报的。好，常吃，谢谢你报的。啊，这个嘞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贵一个十块，啊，这个很好吃，很 Q。对。我都吃过呀。我们是欧巴。无啦，因为阮这就是类似八分十，一半坐啊一半用吹，较袂讲啥，是哩，风大有较暖。啊，一半放喺中海遐吹就对啊。嘿，你去坐就好啦，啊，去阿姨咧放的时阵。哦。这间是园林即马少年人真爱来的咖啡厅。建筑物非常的特殊，那亲像玻璃屋嘞。
伊是伫2008年开业。真趣味的是，伊的员工全部拢是请着女性，希望促进女性的就业机会。看这木桥啊，的楼梯应该是老厝来去改装的。伫楼梯间有讲了真侪因的故事。爬起来二楼了后，向窗外看，哦，原来是一个公园。啊，用设计啊来做墙啊的设计。哇，还有三楼，那个爬起来一站是三楼，看起来三楼是做电视的空间甲看远的所在。这就是在讲到这间釉色咖啡伊的故事。目前上有人气的咖啡是柠檬冰咖啡。原来开业了后，佫曾经改装了三摆哦。我这间基本上就是8月15号开始，啊，跟拿破仑，这个生意同款。另外，伊就是外带的咖啡店，外带为主啦。外带也好啦，可能疫情期间真侪餐厅拢无方便内用。原来隔壁的几间老厝嘛是拢少年人爱来的店呢。哦，里面那间店是卖墨西哥料理，哦，卖松饼，啊，卖松饼，100-120，真的，而且是有，哦，松饼之外，个人在家在卖冰淇淋。一边是传统的老家啊，阿哥我过来变作是少年人爱来商店，真正是稀奇呢。新贤书院。